拍张照。一二三，耶！没用的，你拍不到我的。你的名字啊，叫做 Olaf， 是英文名字吗？是很久很久以前，这片土地上的人帮我取的。Olaf， 在他们的语言中，就是下雨的意思。我降下这些祝福来到人间，同一场雨底下，每个人只能各自走向他所安排好的未来。还记得小时候，你们觉得世界末日会是长什么样子？这就是你们人类的未来。当我降下这世上最后一场雨，从此雨将不再下，海水也不再流动，就连时间都没有了任何意义。我死了吗？但是原本的因果秩序不应该是这样的，却因为某一个人而完全改变了。我根本不在乎这个世界会变怎样，因为这个世界跟你，我选择你。从今天开始，我就是你的守护神了。